Hello，安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，欢迎回来小叶的二十斤多音库的教学。今天是新手教学的第六集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把残忍的部分完成了。然后呢，这有一些观众视讯密我，小叶，你盖两个电解不会浪费水吗？那如果小人一天用1000千克的氧气，电解1秒产100千克，是不是产10秒就可以了？可是我现在有两台一起产的话，是不是1秒加200千克？那我产5秒就可以啦。所以我一台跟两台也是产1000千克的氧气给小人，那他们产出来氧气是同样，消耗的水量也是同样的。同理，连它的电力消耗都是一样哦，所以没有见得盖得越多越消耗水哦。重点还是看你的小人量哦，你的小人越多，产生的氧气越多，消耗的电力水量才会越多，就跟你那个盖得多不多是没关的啦。你盖得多的话，就快一点把氧气产完而已呀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些观众应该会有疑问，就是为什么那个水都没有降温呢？因为我上一次没有讲清楚，其实水降温不降温，产出来的氧气都是同样的，90度C 的水产生40度C 的氧气，20度C 的水产生40度C 的氧气。那你先降温也是那个温度，不降温也是那个温度，那干嘛浪费时间来降温呢？对不对？水降温的话，可能要去到很后面，要种植物的时候才会降。前期我会建议你选用养动物去撑。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去养动物。那养动物跟野外的血脉哦，那这一集呢，我们就来处理食物的来源问题了。那其实氧气的部分，这水喷泉只要它有稳定喷发，然后在它休眠的时候，这边剩下的水可以足够供应到它再喷发的话，你的家里面产氧部分你就可以不管了，它就可以永续产氧，永续产氧，剩下的都是食物问题了。植物的话，我们上面就有很多的血脉，这边千万不要挖开它，让它在这个冰原上面自然生长，这样你就可以拿到免费的食物了。其实从上一个版本之后，血脉就变得非常难种植。其实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很难种植了。然后因为现在它还要用这个泥土。还要用泥土施肥，泥土是会用完的，所以你挖下来自己种的话，它就要消耗泥土了。可是如果你放在野外，野生生长，它并不需要消耗泥土这个东西，它只是生长的周期比较长一点，需要72周，自己种的话就是18周。野外种的话，因为要消耗72周啦，所以你可以算一下，大概5颗血脉就可以养一个小人。那你自己种的话，当然快一点啦，1颗2颗就可以养一个小人了。只是你要不停的消耗泥土，然后给一些低温水给它。所以干嘛把它挖开呢？就直接等它野外种植，5颗就可以养一个小人。现在我4个小人，我只要找到20颗，我的食物来源就不用担心了。看到我上一集没忘记储存了，这边还没有挖开。好，没差，我们挖过来这边哦，拿到这几颗血脉哦，感觉这边的血脉好像不太多这只有2颗，也差太多了吧？这边满满的，这边都啊，还有2颗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冰原还是有缺口的，它的缺口是在这里一格啊。那我们也过去把这个补起来哦。还好没有太大，这样那个冰原的温度就不会透出去了。好像蛮大的哦，这个冰原来到这里，然后下面还有，然后还有一个喷泉在这边。那我们挖过去，同样也是开一下箱，之后这个又先在这边，不知道是气体还是又是气体啊，挖到有点不好的预感，然后就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缺口了，应该是没有啊。看这边冰块也没有出现融化的现象，应该这里都没有缺口啊。可是这边都不知道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不用挖到这么过去啊，我们先找到足够的血脉就 OK 了。那这个冰区我刚刚数了一下，有14啊，就上一次就数了有14，那我这边再找6颗就够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6颗，这样，看一下，2、4、8、
十二，十六，诶，20了，然后24，有24克血脉，那这些血脉全部带回家的话，就可以拿来做火葬面包了。火葬面包的话，还需要火葬。那我们已经有在种一些，还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在野外这里找到。你不要把它挖开，让它野外种植，也是不需要消耗任何东西的，不用给它磷酸，也不用给它污水哦。所以，就等它野外生长，生长完之后我来收成，就有火葬可以拿了。那这只火葬跟血脉带回来的话，你就做一个冰箱，冰箱就用来放火葬。点胡椒，让胡椒带回来。那血脉呢？我建议是用储存箱，因为血脉它是食材，同样也是种子。那种子可以放在储存箱里面，储存箱一个箱子可以放2吨，可是这个就最多只有100千克，连1吨都没有，这样太少了。所以种子，血脉都全部放在这个储存箱里面，可以放2吨，就等它把野外的血脉带回来这里哦。同样也是。无菌环境这边的水脉也不会腐烂。之后呢，餐厅这部分也可以扩大一下，把它改成有厨房的哦。都只是把烹饪台放进去啦，这样旁边我就可以放2个烹饪台，然后放一个冰箱好了。热电线接接。那这边因为我为了对称才盖2边啦，所以这边我会先不用，先主要用这一边。那这个冰箱我是用来侦测食物的存量，可能这个冰箱全部都是放胡椒面包，等一下会做胡椒面包。那我做了10个，放满这冰箱之后，这冰箱就会关掉这个烹饪台。冰箱满了，它会输出一条绿色信号，满了输出绿色信号。可是我满了要关掉它，所以要把它变成红色。满了是绿色，反过来都变成红色，满了就会关掉这个烹饪台了。很简单，这个自动化啦。你是个小人嘛，一天至少要吃1000克嘛，其实你这个就可以自己选啦，一天就产5000克就够啦，然后就只放胡椒面包啦，这里，啊这个也只产胡椒面包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工作的话，烹饪是要一个厨师，所以就安排一位过来就可以了。那有了这个胡椒面包了，他们生活品质加成呢，会加16，这样他们品质会加得更多。那你就可以安排他上去这边农夫了，可以开始养动物了。这边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啦，就是农夫的话，你可以让他长时间留在家。你会看到我会有一个小人，他特别高哦，这个生活品质。就是因为他没有出去外面，他在家里面拿到的装饰加成是加6。为什么他都在家了？因为他主要的工作安排前期就是研究。你看到这个情况，其实我后面就可以利用啦。我不要让他出去挖掘，他只留在家帮忙刷动物背，这样他也不会出去。这边拿到的装饰也是很高，所以就算你没有高品质的食物。他在这边也是可以拿到高的生活品质，动物还会加一些装饰给他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他身上这个饲养员哦会有压力问题哦，因为他只有在家里面，他的生活品质也特别高。那像是那些矿工没办法，他出去真的会扣蛮多装饰的，然后他拿到的装饰也只有加1，多一点的话就加2、加3而已。所以就先不要升上去了，这边就先不要升上去，因为矿工再升的话，就是加16了。这边我们就停下来，就把加8的，这边所有的职业都让他跑一遍，所以这个就可以安排他到其他地方了。就先让他来学一下这个，那这些也是同样哦，分配一下，全部都学一学哦。那研究的部分呢，我就是，水了有跟你们讲。要先研究那些，其他我都是顺着研究哦，就顺着研究，研究到最后这一格了。那前期用的水就只有研究跟这个饮水机哦，然后没有用在植物上面，所以到最后剩下的水就大概这么多啦。就四行高啦。为什么会有污水？消失了，什么？这边融化，
那做一个砖块挡一下，它应该是变成污氧然后消失掉了，只有掉落一点点，然后那一点点变成污氧。好了，这边基本上就先挖到这边了，这里以后再挖过去，因为这边也不好挖啦，这边氧气下不来，可能要在这边做一个产氧。然后氢气的部分这边氢气还没有用哦，那我们也做一个发电好了，把那些氢气消耗掉。先暂时这样做，因为以后我的发电区呢会搬到生活区外面，那这边还是我生活区，那生活区外面就是这边，到时候我会把那些发电工具集中在这边，然后再把先拉进来哦。对，这个是氢气而已，我以为是天然气。污氧，没有，二氧化碳喷泉也是没什么用哎。都找到这些。二氧化碳喷泉还是热的，有500°C，有这个可以有很多污水啦，把它全部洗掉，变成用水把它洗掉，变成污水。洗涤机让它洗掉。对了，那我们这个也可以盖了，就把食物这一层以上的二氧化碳全部洗掉。那洗这个的话，直接用这个，也是用这个高温的温泉水去洗，让它重新接出来。OK， 这样，这边污水接上去给胡椒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也完成了，你就看到它开始发动，然后把这边二氧化碳清掉。它是把二氧化碳压到水里面变成污水啦。是这样啦。然后就可以吃掉那个二氧化碳啦。这机器是这样。然后这些污水就全部带过来这边种胡椒。这样就多了很多污水。这边种胡椒又可以多种一些了。那这个只有一开始污水比较多啊，因为我已经累积到比较多的二氧化碳嘛，所以也就只有一开始比较多，等这边清掉之后就不会这么多啦。所以这边管线一开始可能会塞一下，没关系哦，问题是我怕这边也会塞住，对，这边也有影响，厕所塞住就麻烦了。这边我们把管线改一改啊，这样的话改成从这边过去了，绿口了，它是这绿口跟白口不一样，它是次优先的。如果绿口接触的这个管线有液体在流动，或者是塞满的话，这绿口是没办法把液体排放出来。相接的话，会导致上面的水污水管没办法清掉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吧。这样的话，污水可以从这边先留一格，然后到这边先留一格，这是轮流啦，这边留一格，这样留一格，至少两边的污水都可以清掉。OK， 你要看到这边先流到这边流，这边流到这边流，所以就算是这边塞住了，这边的污水还是有办法通进去的。这样这边放心启动这个，应该不会塞住啦，就用厕所的时候会塞一下吧。好，这边呢是会塞一半啦，那这边让它塞一阵子没差，反正这边的二氧化碳也快压下来了嘛。压下来之后呢，就不会再有二氧化碳，然后这个也不会长时间启动，变成氧气之后就只有这种哦。有时候有一两个二氧化碳跑下来，它才会启动一下下，那到时候这个污水量不会这么多，这边管线也不会塞住，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那至少这边还有一边可以给他们用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基本上呢，现在我食物的话这边已经有了，他已经把冰箱放满了5000克的胡椒面包，所以我上面的柿子就可以清掉了，不用再种这个柿子树了。那我食物来源全部都是水买哦，食物来源也解决了，氧气也解决了，厕所也解决了，小人的三个生理需求全部满足，已经可以进入永续的模式了。永续就是你放着这张地图不管，让它跑一整天它也不会灭掉哦，这个就是永续了。那基本上就这样了，那今天这集也先到这边结束了，下一集的话应该就可以开始养动物了，因为哈桑也有升上来。那喜欢我的影片请帮忙按个赞，如果想看我做出的更多恩熙新动影库的教学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我是小叶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